面好像很瘦，是吧？那很符合我现在正在这个叫修身呢、健身呢，这个一个感觉啊。这说明其实我也变瘦了。咱们从什么108P 这个高端大气上档次的 108P 视频，一下变到这么小而精致啊，这个比较好啊。因为很简单，我的采集卡又蛋疼了啊，又罢工了。技术人员说他在 KTV 唱歌，第二天才能帮我看一看什么事情怎么解决，然后这样我就蛋疼了。然后我的好友就说，你这没事玩什么，装什么逼呀、啊、玩什么 Xbox 啊，这手机游戏多好玩啊。我想试哈，我为啥不玩呢？我嫌它屏小，再就是总低着头对颈椎不好嘛。这今天找了个支架把手机支起来很帅嘛，来咱们来玩一玩手机的游戏啊，撸一发。一不小心我就看看这个东西，这个录制的软件好不好用？试用的时候就不小心玩了六关，这说明这个游戏还是比较简单易上手的啊。然后虫就不多说了，这是一个点钱的游戏啊，没事动动手指头，这个手指就更灵活，做事情的时候这个手指头就更好用的。那咱们就开始吧，这个就是点钱，对吧？它是一个英文版的游戏啊，你不要犯错误，那么你犯错误的话，这关就过不去了啊，就是点。来看一看数学考没考，小学你数学是不是双百啊？开始翻，哎，翻过来啊，十块啊，十五、二十，二二、二四、二六、二八、三十、三二、三四、三五、三六、三七、三八、三九、四十、四一、四二、四三、四四、四五、四六、四七、四八、四九，怎么这么多？五十，好，这是五十块啊，十五、十四 ，OK。看多简单啊，前面机关更简单，就是一块钱点完是八块不九块就完事儿了。咱们继续啊，哎，然后走起，就这个了。嗯，继续下一关啊。哎，这是可以选关啊， Slack Bill， 来选这个，开始了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这么多，二七、二八、二九、三十、三一、三二、三三、三四、三五、三六、三七、三八、三九、四十、四一、四五、四四五、四六、四七、四八、四九、五十、五一、五二、五三、五四、五五、五六、五七、五八、五九、六十、六一、六二、六三、六四，我觉得我还是适合玩Xbox啊，六五。六六六七六八六九七十七七二七三七四，怎么这么多呀？七五七六七七七八七九八十八一八二八三八四八五八六八七八八八九九十九一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九六九七九八九九一百一二三四五六啊！我就差了一秒，好像166块吧？为什么会这么多呀？哎呀，我在蹭蹭我的手指头，是不是出汗了呀？这太坑了！哎，我可不可以用电脑的触屏玩啊？来，用触屏玩。不行，电脑触屏不好使，就在手机上。来，重新开始啊！第一轮刚是不是106？咱可不可以玩赖呀？哎，好，开始。四五六七八九十，我好像点错了啊！咱们 restart 吧啊！来，重新开始啊！这游戏适合两个人玩，你在这边点，旁边有人在这看啊。重新来一次，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我觉得我还是点错啊。咱们点完输106啊，快，手要快，手法要快，先把这点完，待会儿说数字再说。啊，这得滑到什么时候啊？这手机触屏是坏了呀？手机该修了吗？哎，这次跟上次是不是一样的？不知道啊，先点完再说吧。这游戏适合两个人合作，我现在需要一个 partner 啊，我这边在这翻翻钱，然后另外一个人帮我点，到底有多少个？一个人是点不过来这些钱的啊。哎呀妈，又到时间了，快！106，刚刚点是106啊，快点，这什么？快点！现在要克服的不是点他多少钱，是先把他们翻完。我算了，我先用左手点啊，右手不行了啊，换着手撸。哎，好像不小心碰到那个蛋了啊，不行，左手更慢，还是右手吧。来吧，换个手指头，快先把这些翻完，然后输106啊。
这也太难了吧，这才几关，我就嘚瑟了，不到三关就这样了。哎呀天哪，哎，这说明智能手机的游戏啊，绝对考验智商的啊，还帮你活动手指啊，它应该把难度降低一些，我就是可以用每一只手的每一个指头来点，先把这个右手的从拇指一直到小手指头都点完，然后再用左手指头的各个这个手指点，这样开发一下你的手指头啊。据说这个右撇子没事运用左手，你就会变得聪明一些啊，对不对？把左手的每一根指头都发挥到极致啊，前面的难度降低一些嘛，可以用左手点，点够了再用右手点，右手点累了再换左手点啊，快点快点，106，快快快快快快快，完了又要输了。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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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啥？这是我统计数据啊，这是表格，这什么这什么？哇，看看看看看看看，看我刚开始点钱的速度是多么的慢啊！后来就变成这样了，就变成这样了。这说明这个手指头加速度才能成就一代伟业啊！咱们继续啊！哎呀，挡害！哎呀完了，我知道为什么我点不过去了，因为他刚开始这五秒被我浪费了，我在这拖这个小钮呢，这局又要够呛啊，要咱换一关吧，这关太难了，过不去了。哎，我才发现，哎，这边在扣我的钱，刚刚明明500多块钱，现在居然被扣的就剩65了，是不是？而且星星也没有了，完了完了完了，太难了，这游戏难道每天还限时间了吗？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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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冬天买的那种，就是五个指头的那个手套啊，前面戴了一块那种说什么导电的那种的，冬天戴着手套也可以用触控手机的那种的，是不是用那个点能快一些啊？太难了，我也有胳膊酸了，待会儿戴上心率带看看我心率现在是多少，这玩意是不是也减肥啊？明天看我右胳膊比左胳膊细了一小圈啊！哎，快快快！好，咱们换一个啊，这太难了，咱点第二轮，这个好，2 4 6 8 10 12 14 16 18 20 22 32 38 40 42 44 46 38 50 52 54 56 58 60 62 64 68，哎，77 27 47 67 88 18 88 88 88 89 90 92 94 96 98，112 345，啊，112 345，120 1 2 3 4 5，130 1 2 3 4 5，140 1 2 3 4 5，150 2 3 4 5，140 1 2 3 4 5，170啊，140 1 2 3 4 5，180 1 2 3 4 5，190 1 2 3 4 5，210 1 2 3 4 5，60 70 80 90，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3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4 45，不行，我点不完，别点了。这轮大概多少钱？不到300块啊。啊，好像钱没变啊。来，咱过不去这关啊。我们先回到 menu 啊，看一看有没有其他的方法。28天，四分之一的旅程啊，就直接没有过去啊。还可以 bug 吗？什么？啊，好吧好吧，这是就是我他说是28天，然后这就是过了7天是第一周我的战绩啊。我们看一看是不是就卡在这关了，快快快重新点，刚刚说好106的啊，先把这些划了完再说，快再点一次啊，手不行了我就撤了，不然你说这过2天我的右胳膊一旦比左胳膊细，这多不协调啊，要胖就两只胳膊一起胖啊。得了，我看咱们还是去修修采集卡，还是玩叉 box 吧，这太难了啊。或者换一个游戏啊，我同学说让我下个捕鱼达人，没事点一点爽一爽啊。快快快快快！哎，你说这坐地铁的时候玩这游戏不闹心吗？你这胳膊在这来回撸，你还影响，你搞不好还碰到你旁边的那个人，你这是给别的乘客带来多大困扰？这游戏应该改进一下啊！哎呀，难道是我点钱的方式不对？这胳膊活动的范围太大了，快，我要输106，你给我个机会呗！快快快快快！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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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一点差一点。好吧好吧，咱们
完成了一个星期的任务，其实也不错的啊。嗯，就是在他的什么，在他的这个在他的这个朋友这儿打工啊，给人家点钱啊，在柜台这里还是不错的。好吧，那不知道谁想来挑战一下啊，然后把你的战绩截图发给我好不好，发到我的 QQ 里啊，我准备收集一下这个战绩的截图啊，然后看一看有没有人比我更弱啊。那就到这里吧，就大家看一看，带大家看一看这个智能机上的这个小游戏啊。哎，好吧，你们就无视这个视频好了啊。哎，那祝大家这个一天愉快啊，没事点点钱，没有那么多钱，但是可以点一点享受一发啊。虽然说我现在胳膊比较酸，我去休息休息啊，待会儿偷偷用左手点一点，不然我的右胳膊变细了可怎么办啊，一只胳膊细一只胳膊粗了。那好了，就到这里吧，我先跑了啊，无脸见人赶紧撤，那大家再见，拜拜。